你要送祁钰吗？不用了，我的人说话就到了。那就此别过了。啊，这位兄弟，请问尊姓大名啊？不重要，江湖险恶，珍重。保重。 这可是一营的兄弟们勒紧裤腰带捐的，张广义营长、曲喜媳妇儿的本儿都搭进去了。嚯！这是我们二营凑齐的，放一块吧。啊，对了，你说这东北都打起来了，咱们十九路军怎么还按兵不动啊？这上头怎么想的？真想带兄弟们过去打一仗？谁不想上前线杀小日本收复失地啊？不过啊，这不是咱们兄弟该操心的事儿。如果上头一声令下， 我杜凌云愿以义无反顾，哪怕马革裹尸。大哥，咱哥仨结义的时候就说过，不求同生，但求同死。但凡有机会跟日本人干，咱仨一起，必须带上我。好兄弟啊！哎，捐款的事儿，就让你多操心了。放心吧。行了，我得走了。朱军，坤山。 都没回来，上！咱兄弟俩今天还是得交代点事。营长，带弟兄们突围吧。没接到上峰的指令，突围跟逃兵有什么区别？ 아아
二哥，你干什么？！你现在去，就去送死！你要想为牺牲的兄弟报仇的话，就给我守住这块山地！ 报告营长，刚刚得到消息，武松要塞的司令临阵脱逃。 日本的援军也马上就要到了。他奶奶的，老子早就看他不顺眼，别让老子逮着一刀剁死他！我们该怎么办？收！没有上峰的命令，所有人不能后退一步。所有听着，营长下命令了，就算死！ 你给我死在灵魂阵地上！好，那就让咱们为大上海守住这道后门。做人，准备战斗，准备战斗！是。
你奶奶的，全是本人来呀！准备战斗！大哥，硬家伙。
小姐，你看这，张叔，没事的，我自己会小心的。不行，这枪炮不长眼，这万一个啥闪失，你让我……放心吧，这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呢。再说前面还有军队挡着呢。没事的，啊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。你非要去啊？我跟一块儿去。好，你坐那边，咱们一起去。 兵荒马乱的啊！这货也送到了，你这丫头满意了吧？谢谢常叔成全，那咱们赶快回家吧。哎呀，来的时候这路还好好的，这怎么就给堵了呢？算了，常叔，我们绕路吧。 那人怎么了？下去看看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心啊！不。
小姐啊，你说你，长叔，你快看看，他刚才还睁着眼睛呢。 老爹，这人也没死，还有口气儿。那就好。看他的衣服是国军。长叔，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吧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啊！这拿你没办法，还是我来吧。快蹲下！ 十九路军，手枪营副营长，张大器。营长，杜凌云。你们好，我是这里的负责人，冈村大佐。十九路军，手枪营二营长。 29岁，副营长张大器。27岁，从军4年。你他奶奶废什么话？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你上这查户口来了？二位驻守曹家桥，
给我们帝国军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啊！这就造成不小损失了，我恨不得把你们全建在曹家桥。杜营长，好像对我们有很大的敌意。这不废话吗？杀了我们那么多弟兄，老子对你没敌意才怪呢。哎，不是大哥，你说咱们杀了那么多日本人，这小日本怎么对咱们还那么客气？这日本人是不是都没心没肺的？ 你们之所以能活到现在，那是因为我西英雄，重英雄。你们二位都是勇士，站在军人的角度，我佩服你们。站在军人的角度，我一点都不佩服。真正的军人就应该面对面的厮杀到底。你打不过老子，就放毒气。 你还配做个军人吗？我使用毒气，也是有保你们一命的意思。杜营长，胜就是胜，败就是败。既然你败在我的手下，那就应该有失败者的觉悟。我拜你奶奶！ 杜营长，等皇军打下上海后，会需要很多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来管理上海。你考虑一下，如果投靠我们皇军的话，我可以保证，让你们成为上海的人上人。你做梦！ 不投靠的话，那只有死。脑袋就在这儿，随时来拿。 带了身衣服，等他醒来以后啊，麻烦你让他换上。好的，你放着吧。哎，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柳小姐，
病人体质强壮，抢救有及时，没有生命危险的，再有半个月时间应该可以出院了。多谢医生。好，不客气。这么重的伤都没要他的命。说起来他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我们虽然救了他一个人，可是他无意间就救了我们两个人，上天一定会奖励他的。是啊，这是好人有好报啊。是吧？感觉怎么样？你是谁？这是哪儿？我叫柳梦琪，这里是医院。我在这多久了？战役怎么样了？曹家教，你昏迷三天了，报纸上说曹家桥丢了。